哎，今麦是松山火车站，别鸡巴要聊。哎，松山车头旗舰店哦，旗舰店，松山车头的二楼西边的。阳台搭姐妹车站嘛、啊，哎呀、啊，松山台湾的松山站跟日本的 JR 线的松山站是姐妹站。原始店在台湾1860。吃的部分就是四种啊，哪四种？哪四种？茶泡饭，还有荞。茶泡饭、荞。荞麦旁边跟荞麦的。OK， 好。那这边怎么样？哦，是下面。对，下面是柚子，上面是果茶，吃起来比较爽口一点。这样子。对。啊，可是不想吃柚子。